瓶子干？干什么用？干什么用？干什么用？啊，就要做果汁用。果汁用？对。那这个能行吗？都烂了。进去以后都有清洗消毒，都分拣都有。哦。嗯。做完果汁之后，这些剩下的废渣干？废渣就要做饲料。这咱能达到做果汁都比较难，这个。清洗消毒以后肯定没问题。咱这个这一道工序主要是做什么工作？就是把那个烂果捡出来。哦。主要是捡烂果，还有那个杂物了、杂垃圾了。哦。我看这个，这不捡一遍之后还有很多烂的在里面，是吧？啊，你看这个原料，像你这个图片上就没有这个腐烂的这种现象。那咱流水线一看，基本上就这种像你这个配合个原料的这个标本。就是你加强这个筛选的话。按照您这个标准的话，也没有合格原料啊。就咱现在这原料是没有合格的原料。可能这段时间不好，但是我们会调整。这叫混合果汁。这叫复合。你看它里面就是有这个配料，里面就是有苹果汁儿。它苹果汁可能就是一个基汁儿。你像这个果汁的话，它可能大部分。还是以橙汁为主，苹果汁只是一个一小部分。那要求是不是就成熟接近落地果？是基本上咱那些这些原料，基本可以说100%是落地果。也不是，就是一些他们一些不适应鲜食的，从树上摘下来以后不适应鲜食的。你感觉这些东西是从？大部分是落地果，嗯，可以讲100%是落地，嗯，我感觉应该是摘下来的，是摘下来，嗯，他们因为现在就是成熟，就是开始下果了嘛，啊，这些不属于现实的话，就会进到这个加工这个行业，啊，就是烂了那样，那都是摘下来的，对。果汁产品全出口吗？全出口，全部出口。对，酸度要求。咱做这个苹果汁之后是什么样包装的出口？钢桶大包装。啊，大包装。对，钢桶。一桶275公斤。啊，嗯。之前他生产过这个内销产品。哎，但是你怎么会确认他的产品那些是外销产品？去看，让他去看调出来这个销售记录来，看一下或者产品的流程的，是吧？咱可以去查一下。嗯，在这俯瞰情况，但是有就没有监管的。确实够不，确实够了，我们就不管。这个产品留下来，包括它的产品和它初步的产品跟内销产品是不一样的。我们产品全部是出口的。并且是什么，如果就是说各位过来进厂给我们指导工作，我们是非常欢迎的啊。但是如果你我们明天有客户审核，海关还过来，还有商检啊，已经严重，我们这些都是各部门的主要工作人员，我们还有好多准备工作需要做。